那就那得卖文官，更惨更惨。你手机？手机？啊？手机在楼上啊。我帮你等一下，去拿一下吧。你房间？我来。你房间？学校。那个。我。你还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想你现在说的一切啊，都会半夜去干嘛？态度的一个。收了多少钱？啊？一千五。一千五吗？一千五。你分多少了？你分一千五对不对？1500, 是分一千五吗？我分一千五，是不是？你分到多少钱？一千五。对啊，阿钱嘞？阿钱嘞？在这边。哦，拿出来。出来了。你拿着。给你吗？拿出来。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可以的呀，可以的。拿出来。可以的，拍照起来。你有花掉吗？没有，就这边。来，你拿着。拿着，拿着。两摊开，摊开，摊开。对，拿着，来看我这边。我在拉表啊。这个吗？啊，是啊，好的，看好了。喂，那边比一下。